我们在拍照，我们在这里等，给你们看他中医，你看他穿这个衣服，可能以为是医吗？我们在一间 cafe， 我刚才拍完照，现在学到了。我今天穿了很特别的服装，这是一个 bolero， 然后里面有个 tank top。哇，你可以猜一下吗？啊！哇，很水耶，透明啊，是不是还没有熟？OOTD， 我等下呢应该会出门去吃午餐，所以刚才就化了一个妆，还蛮简单的一个妆。突然间想要录影呢，原因就是我想要和大家来做一个 live update。最近呢，那个 NTU 的 hall application result 出来了，就是它会决定你下一个学期能不能住宿舍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 result 出来的结果就是我没有拿到宿舍，就代表我需要从宿舍搬出去，然后找一个 off campus accommodation。
当时这个 result 一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是对我还有我其他朋友的打击都很大，因为我们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s， 所以我们很难在新加坡找到一个 accommodation， 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家嘛，然后尤其我在这里又没有什么亲戚，所以我也不能去住亲戚的家，所以我就立刻去找 off campus 的 accommodation， 就是我要去外面租一个房间，或者是和其他朋友合租租一整个房子这样子。所以上三个礼拜这样子，这个situation 真的是很 stressful， 对于我们来讲，就是我还有其他朋友也是没有拿到宿舍的，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在找租房子租房间的 host， 然后就希望可以找到一间价钱没有这样贵，然后又靠近学校的 accommodation。 然后非常非常庆幸的就是我在上两个礼拜找到了，它是一间 HDB， 然后我会和男朋友合租一个房间，就是一个房间而已，就不是整个房子，因为我没有这样多 budget。 所以呢，我这个月底会回去搬家，我就要从宿舍搬出来，然后搬去我新的房间。我应该会在新加坡待一个礼拜这样子，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就搬完家之后我会再回来马来西亚，因为八月才开学，然后我不想要把我一整个七月都留在新加坡，因为我在新加坡没有什么亲戚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玩，然后又是假期，就想要飞回来玩比较好。所以我接下来这个礼拜应该会很忙，就是想跟大家讲的这个 life update。OK， anyway， 我现在就是准备好了，然后等下就出门去吃午餐。我们应该会去吃韩国的炸酱面。对，我在上次影片不是跟大家讲我的痘痘很严重嘛，然后那天呢我就去 pharmacy 就询问他有什么 supplement 可以吃来缓解这个 situation， 然后他就推荐我吃这个Evening Primrose Oil EPO。 然后那时候在那个 pharmacy 那边的时候，那个 pharmacist 他就问我是不是嘴唇干裂很严重，然后我就想哦对，你这样知道了，就是他讲我的嘴唇很干，然后又经常长痘痘，可能月经又有点不协调的话，就推荐我吃这个 EPO， 所以最近都在吃这个。我只是刚开始吃一个礼拜吧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效果啦，他讲要吃一个月才可以看得出。这些东西真的很大力，我每次吞都要很用力。觉得我最近是不是老了，就是都要开始吃 supplement 上。Your food is on. Yeah. First, tray, please pick up and don't forget to click.
超酷。好吃吗？很鸡好吃。肉还要吗？肉。看得出吗？我刘海。